但大龙蛋尾是狗嘴哦。抱歉，抱歉了，小弟哥哥崩溃。我进去。走啦，小弟哥哥崩溃。今天该去乌子头。什么？眼睛唔知怎个照，志龙，志力！你哪能袂听？你这个笨手，竟然你走路欺负一个查某人，你知死啊你！子昌，你有要紧吗？我到位受伤吗？啊！我真的是很惊，我真的很惊。好了，你先别惊，先别惊啊！来啦，咱先开车好讲，来，大头起来。刚才有你，那么，真正不知道他会安怎糟蹋我。子龙啊，你真正变了这无同款的呢。较早若是拄到这种状况，你早就出手啊！无像就即马，又在伊欺负，佫唔敢还手。你到底是安怎？可能是较早，我予你佮白英设计去大疗养院的时阵，常常予遐个护工定佮皮皮抓。后来我只好看到佮护工同款体格的人，我拢会足惊的。是嘞。拢是我唔好啊！我大概传讯息给你的时阵，我拢一直在等你的回应。我的亲像是少的同款，一直把手机啊摕起来看。大家拢等到好，我就失望的。子桐，啊，不过拄则，我看到你安尼无顾一切冲过来救我，我就知影你的心内也是有我的。坦白讲，你愿意放下咱两个人的不满，甚至搁对我有感觉。我确实有担心，但是我袂当对你有任何的幻想，因为你即马身边有忠君啊。不是，我甲忠君是袂有结果的，我连一秒钟都无想要掉在伊的身躯边。就算我是安尼，你嘛是忠君的未婚妻，敢毋是？而且忠君妈妈是阮爸的义妹，因全家伙啊，甲阮爸交情拢真好，所以不管是你。也是忠君，我都无可能去伤害。上好的办法，就是咱两个保持距离。啥货啊！你啥物时阵变到这么无情无义啊？知道，但好话定说你即马所有的。这嘛是你应该得到的。我所亏欠你的，我用我的后半世人去弥补你。你若是想要弥补我，你就倒来我的身躯边。子桐，你应该吃清楚，当初是因为白英搞设计，才开始一段的。但是讲到底。拢是我心巴杀你的，迄段黄爷爷日子，
你跟我玩的是大家背团背话，所以知道我若是今麦介离你甲中军之间，我就等于是甲你杀入去地界，不可能，我无可能做这种代志。廖凯宏，你这个无天良的残废，你竟然讲我是孽缘，可叫你替林子彤失相。我愿意陪你去地下，只要你肯等我。中军那边我一定去跟伊讲好清楚的。伊若是唔肯帮手，那安尼我就去跟阮妈跟阮阿公讲。反正我就是爱厝内底的事都拢做好，咱两个人破镜中医。所以，你敢愿意等我？我来等你。想当初我是伫只掠狗的，今麦佫约你来家，你一定就解约的吼。其实，若毋是客户约伫咧家，我拢袂记你这个所在啊。凯宏，你应该袂认为我是条狗的吼。没啦，当初是我对不起你啊，所以就算讲你超工约我伫遮，我嘛无话通讲。你现在也是对我遐尼啊保留，白白拢是查甫人，总之现在都无你的气魄甲霸道，真正是无比较无伤害。尤其是即马佮甲你接触了，害我更加确定遮个循环。当初我乃是原谅你，现在在我身躯边的人就是你啊。子桐，你千万别当安尼想，中军有真侪优点啊。你刚才我想怎甲伊做伙，只是因为伊甲你悲观，因为这点会当让我感觉咱也是做伙的，咱也是跟较早同款遐尼啊登高面顶的。你讲，你甲中军做伙，就只是因为这个原因？你看，我只要一出门，就会甲伊送乎我的求婚手指摕落来。只有安尼做，我才会当骗我家己，跟我做伙的人是你，不是伊。子桐，你敢真正安尼想？你拢唔知影，离开你了后，我是怎尔后悔。阿姆哥子桐，你甲中军已经订婚了，你阁给我一挂时间好无？这点你做会到的对不？子桐，我看咱是保持距离好啊。你敢拢袂怀念，搞咱条条的尴尬？我真正是足怀念咱那段甜蜜的过去。
了出宫，你已经改过自新了，这才叫自爱。想不到你也是阮蒋万的小人不杀。了解吼，敢讲你已经袂记，你对自从做过甚物嚣张失德的代志？分别人来知影你即摆所作所为，以后我是无啊！啊！你是不是看到我在打死啊？他在笑想别人的母呢，该打死多少人啊？事情不是你说的那条跟随啊？你可是欠我一个解释，走！你甲廖康宏翕的这款相片，佮加上我拄则看到，那换作你是我，你安怎想？这就只是我甲廖凯宏在讲话尔嘛，到底是有算啥啦？是倒一个不能讲出来给你的啦？应该是古仔。莫怪，遐个狗仔哦，都靠袂着咱两个人看着相片，还玩到到分手。安尼，因都有独家新闻通写，因安尼黑白看图讲故事，你着安尼相信伊？真正是我足切心的呢，这着代表你根本就无相信过我。所以你意思是讲，你是无辜的。那呢，你要怎解释你甲廖凯文小金的代志？阿麦甲讲是角度的问题，恁两个根本就无心着。我是有当场看到的哦。代志就不是你想安尼嘛？你嘛知影廖凯宏最近心情足歹的，我只是好意去甲伊开破，好伊鼓励，想袂到伊愈来愈超过，好在你拄仔好赶到位。一个笨蛋，竟然对你做出遐尼过分的代志。现在想想的我也感觉很怕的，你好好在你拄好赶到位，那不我真正是这个笨子，我被谁算小？别啊，同学，你别跟一个残废计较啊！就算你跟他打到做告白啊，别人也只会晓讲你欺负一个残废尔，安尼敢有价值？伊安尼欺负你呢，我呢人叫淡定嘛。而且你拄则不是讲，你出惊的，啊男的想怎，我要找伊讨公道，啊你算不愿意啊？你要去替我讨公道，我当然嘛足欢喜的啊。只是伊是我客伯的后生，恁中家佮阮客伯交情遮尔啊深，你安尼做，我毋是足为难的。好，那恁派人到我来做。我直接去找坤彪，讲我清楚，坤彪做不赢你，伊绝对给你一个交代。唔通啊！你着看到了阮客伯的分数，嘛为着咱的未来能更加顺利，即个帮伊耍好不？伊欺负你呢，还是凭什么让咱准拄耍？这对你嘛是够不公平啊！即个就好啊，以后。我嘛会离廖凯宏较远嘞，要给伊有任何的机会。阿是，你嘛认为我会对伊动心？我当然不是怀疑你，我只做起我家己，无好好甲你保护。你有，而且你嘛知影，我的心内只有你一个。我的心内嘛只有你，对我来讲，你就是我的一切，我袂当无你。我嘛同款。